这个即时包放到巧克力上，你又失掉了，真的好吃哎、欸！你好恶心哦！别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11:12，火飞起，麦当劳蜜雪怎样？今天呢要来做一次麦当劳的隐藏吃法，之前其实有做过了，好久以前。对，隔一段时间我发现有很多新的搭配，这次的搭配呢我们自己没有试过，所以呢我们想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我们多找了两个陪吃，欢迎我们。我有想到会被搞坏。对啊，就跟泡芙一样。那我们用盘子先沾着吃看看，然后再把它倒碎。先试试粉。好啊。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苹果派。你是不吃肉桂的人吗？对，不吃肉桂。因为你派到底好不好吃？我觉得还可以。就是很快就卖完了。嗯，来，很烫哦，小心。我们先沾着吃看看。会不会很多？就变冰冰凉凉的。肉桂味道会不会盖掉？对，会被盖掉，你会觉得好一点。有吗？没有吧。我还是有吃到肉桂。我觉得就很像热松饼上面放冰淇淋。有点，就是那样。冰淇淋都很爽，冰淇淋加什么都很爽，甜上加甜，但是也不会到过头。不喜欢肉桂的人这样会比较可以接受吗？比较可以接受，但是这个操作上面实在是太麻烦。如果是自己吃的话，就直接沾进去啊，或者是把整个苹果派丢到里面倒，吃到后面就。可是我觉得如果倒的话，就没有苹果派的口感。会太碎嘛。因为它外皮其实还蛮那个，如果用沾的话，就还可以，就算搭啦，没有违和。但是分开吃也好吃。我觉得分开吃更好吃，就是有到加分作用吗？我觉得还可以啊。还行，那我们也给每一个搭配一个分数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就是、来，苹果派加冰旋风，给它分数是。5分，来及格边缘。下一个，接下来呢？这个冰旋风加上双层牛肉即时包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就整个是咸的，咸甜的。好，这就是小时候吃会被家长骂说啊，你闹塞啊，没塞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即时包放到巧克力上的，好扁哦，好可怜，很受伤。来，画面有点恶心，那我们试看看，就是小时候在玩吃，很恶。融合进去咯，不错，来盖上，来品尝，再有妈妈，迅速切完，哇，爆浆熔岩汉堡啊，各位，来加油，来，皮又撕掉啦，就变撕掉的其实汉堡，就是有点，然后也没有冰旋风的味道，觉得不行呢、欸，这个，我觉得就只是汉堡的料，盖掉了，还是我你可以沾看看，对，你要沾的看看。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合在一起，他们有没有像一家人一样这样分开的？我觉得合在一起也是很还好，分开吃更好吃，彼此没有融合，而它让它变得更不好看。我觉得各吃各的就好了。对啊，吃完汉堡再来吃甜点，加在一起吃就整个冷掉哎，冰冰冷冷、软软的、烂烂的感觉，还好不是我自己。即时汉堡加上冰旋风，给它的分数是2分，零分，不零。好，下一位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我们看网络上是说用蛋卷冰淇淋加番茄酱，听说会蹦出梅子番茄的味道。但原先我们没买到蛋卷冰淇淋，所以我们以冰旋风代替，来看它会不会有差不多的效果。要加多少？适量。那不是一包吗？一包吗？但我蛮喜欢吃番茄酱的，所以我好像一包可以接受。个人做法没有多少。好啊，那我自己交替。好，来加一点点就好。说不定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加太多。颜色不太好看，有点微呕吐。嘿，它现在变有点粉粉的颜色。我觉得可能要加很多。
多耶，但没什么味道。什么东西坏掉的味道？你要吃啊？我还没吃。我觉得好吃哎。那好，我再沾多一点好了。我觉得。我先有一点。我觉得番茄酱本人的味道。谢谢。这个番茄酱口味的冰淇淋。我全家嘞，我觉得我会落腮。你好恶心哦。很恶心，对不对？是有点上瘾，有点上瘾。对对对，我也是。我觉得好恶心哦。好恶心啊！什么意思？好吃的梅子，对，有梅子番茄，但就是还是有一个东西有点坏掉，生生哎，尴尬，不喜欢哎，还不错吧，很赞啊，我觉得我之后会去吃，很酷哎，很好吃哎，然后我觉得原本的冰旋风比较好吃，所以这个搭配应该很极端，喜欢的人很喜欢，讨厌的人就会觉得恶心，比较没有中间值。我觉得蛋卷冰淇淋加它一定更好吃，因为它这里面还有那个 Oreo 的味道，那这是好吃的，有点意外。本来想说啊，梅子骗人，因为我超喜欢吃梅子，我超喜欢梅子番茄，我也是，我也喜欢梅子番茄啊，觉得不错哎，好喜欢梅子番茄吗？我喜欢梅子，但是我不喜欢番茄。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好来，我们要给他分数哈，冰旋风加番茄酱，给他分数是8分9分。我觉得一分是因为真的有梅子的味道，对，九分是我觉得我之后去吃麦当劳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就不做。好好吃哦，如果你吃。准备一包番茄酱，吃腻的时候加点味腻啊！真的很好吃。来下一个，下一个我们来喝的。有听说呢，雪碧加上一个神奇的东西会变成可尔必斯，两个奶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来试看看，加入我们的奶球。这很像爱玉，现在要吃爱玉吗？哦，有哦，乳白色要出来了，有可尔必斯颜色了。哦，颜色现在真的很像哎。可尔必斯哎，真的是可尔必斯，是可尔必斯哎，有可尔必斯的味道，真的，哎，真的有可尔必斯的味道，好扯哦，淡淡的可尔必斯，是可尔必斯感哎，是可尔必斯，但其实还是闻出是雪碧，我觉得有8-7%香，气泡非常浓的可尔必斯沙瓦，有那种感觉，有，而且是气泡很强，乳酸感比较低一点点而已，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两球奶球，再多一点，因为目前雪碧感还是在，它本人还是很明显的是主角。我觉得它最后会有一个尾韵，会有奶味、奶球味。哎，我觉得浓一点会更好，但是它真的是有沾到可尔必斯的边的，我喝不太出来，就是雪碧然后奶球，奶奶是好喝的，不错，我觉得好喝，就是蛮特别的啦。你可以剩下半杯的时候加一点奶球进去，会变另外一杯饮料。雪碧可尔必斯给它分数是7.5。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吃法，我们自制麦当劳的韩式炸鸡。我们那种东西还蛮简单的，我们只要买他们的劲辣鸡翅，然后番茄酱、汤包，就这样。对，就会成为我们的韩式辣鸡翅。对，我们先把酱做一做，韩式辣酱就是甜甜辣辣的那样。我自己在吃薯条的时候，我也都是跟一包番茄酱加两包糖。那为什么我不直接加糖醋？没有，那糖醋味道不一样，而且会让你会有颗粒感。可是我觉得薯条单吃就很好吃啊。嗯，我可是这样更好吃啊，别种风味啊，就会让你有恋爱的感觉。我觉得是薯条热腾腾的时候，你单吃真的最棒。但是冷掉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尝试一些加工。对，热腾腾的时候沾酱油，有恋爱的感觉，真的很酱油。是啊，我说热腾腾的时候吃。哎，我糖也都加超多的，我也是，而且一定要1:2。对啊，对。来，现在再混合糖，现在已经在沾酱果酱中，够纳珠。哎，但这个很有 feel 哎，这一支就是麦当劳自己出的那个韩式炸鸡啊！啊，出炉了，各位。对。OK， 各位，我们来试一下自制韩式炸鸡，直接试来，感觉很番茄酱，就很酸的味道啊。你要多搅一下，让它里面的辣融合到外皮。哦，好辣，但有点好吃，蛮好吃的。我觉得没有像到韩，没有很像韩式炸鸡，它很像台式糖醋肉什么的吗？辣味糖醋肉吗？因为麦当劳之前那一波韩式炸鸡其实也没有很韩，它好甜哦。这个其实有点像。对，有点。它没有那个韩式辣粉的独有的香气。所以麦当劳应该自己就是用这个加的，说不定，然后再加点糖醋酱之类的，吃一点点可以，但很容易腻。加起来是好吃，但没有真的很韩。我是怕辣的人，如果今天买到辣的，我会这样沾哎，因为那个辣很烧，还是很辣。但是就是有别的主角跟他互相。对，
发现加糖我本来就还好，所以我觉得。你是喜欢吃甜的人吗？对啊，我喜欢吃甜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喜欢番茄酱加糖？当然不一样的甜吧，因为番茄酱还有点咸咸。他想跟说的爱吃辣的人，我没有吃到是辣的，咸咸甜而已。那我觉得还行，就有点像是那个麦当劳自己出的还是炸鸡，那个酱就是裹在外面而已，它没有要进去，没有要渗透，对，没有要渗透的意思，也没有很融合啦。对，它跟那个鸡肉的辣味其实有点分开。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那个的话，那时候推出的时候那个很贵。哦，对，所以你自己做啊，比较划算。对，啊，大概也是有80%这样。对，我觉得番茄酱加砂糖真的是很好吃。嗯，丢到那个冰旋风。冰旋风这么甜了，我还需要加糖吗？来，那个这只韩式炸鸡，给它分数是。7/6，所以是，对啊，所以是，太麻烦了，喜欢吃辣的人都不